外套到现在，就是天气都已经过了一场。真的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坚持在这边，谢谢你。哎，一如我跟你讲，每次我听于君的音乐，我都觉得自己特别有气质，对，信不信？而且上次去那个户数的时候，他也有去，对对，然后就是他还为大家念一段诗，就很有才华。对啊，好，我们赶快下台，让他赶快大家听他，把时间留给他。对，让我们欢迎王于君，欢迎他。的朋友们大家好，那其实 好，我觉得刚送那个娃娃的活动真的很可爱，我想到我之前有做那个给小朋友听的音乐，我在想我是不是下次也可以带来送大家，捐赠个几张这样。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，那很谢谢Indy大帝他又邀请我来，然后上次的时候我们还是面向外头，这次已经是面向这边了，但是我发现其实人是越来越多的，然后我很高兴我今天又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。那我今天会带来三首歌，然后第一首我想要先唱这首歌叫做《沉默的左手》。
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演员，我想起你，我好想回去，你的脸孔，你的种族，你说说话的方式，我亲吻你，你是如此的美丽，我都希望你能再醒过来。沉默的左手，紧握插入墙光的花朵。沉默的左手，弹着革命的前奏。擦亮机上的火柴包，沉默的左手，抛开昨日的乡愁，沉默的左手，紧贴着地面向前爬，所有被亏欠的将被偿还，沉默的左手，握着祈祷的双手，沉默的左手，轻轻触碰那些未出世的孩子。接下来，要带来第二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其实它还没有歌名，是最近写的一首新歌。我一直觉得，就是我很荣幸可以，就是一直能够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。然后我不太擅长于说话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唱歌的人、写歌的人，就是。用演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表达的支持的方式。的眼泪陪你落进了土里，你无需担心，如果再这样
的深夜，你也曾听见。
还有什么？